会在这边坐下来，我们不会轻易的离开。我们今天在这边坐下来，我们不会离开。我们想要继续的看看，当初在2016年以前，号称说要跟人民站在一起，号称要谦卑再谦卑的蔡总统，今天要如何面对全国这么多愤怒的年轻人，这么多失望难过的劳工？